蹈啊，拜托。啊，跳舞的能不能笑一下？脸上没表情，起码钱啊，这广场舞嘛。对。啊天哪，这么土的舞步。好土，好土啊。哦。没有，这个歌应该是说网络上有各种一百种以上的 cover 了，很多很多在 cover 这首歌。没这个广场舞，这个广场舞各种比较像那种阿嬷他们会一起跳。对对对，广场舞健康操了。那你们有赋予它什么新生命吗？我们就希望可以把它跳得很美，对女神的感觉。因为这首歌就很呛。嗯，这首歌太呛了，然后我们想说，就是想要把它很适合你啊，对啊，有吗？哎，不要走路，你要小心，最近越来越歪了。上次来这边是黄辉，对啊，你黄辉很像。那你今天是把心过嘞？来，那就给他把心过嘞一下，好来，八神摇，把心过嘞。不要动，我们好像在看花灯哎，我们好像在赏花灯吧？哇！我跟你讲哈，元宵节到了，在看花灯，他很累，但他表情做着有没有？这个特别详细，就这样，非常敬业。哦哦，不，小心，哎哎哎，好，可以放下。回正，回正，回正。好，掌声再给他一下。好厉害。各位出乎意料的好，真的出乎意料，对对对，谢谢四位老师，谢谢，真的很不错，哎，四位老师真的是戏很多，哎呦，还在戏里面哈，要谢神谢神，哎，没想到他们这个舞蹈编的这么好，阿美老师，阿美老师，来来来，怎么看怎么看？因为我刚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我心里就一直在想说，哇，这首歌要改编真的蛮困难。我刚才在跟露露说，
要改编这首歌，感觉很难，对，很容易鸟掉，对，很容易鸟掉。音乐本身哦，没有太多变化，音乐本身一直在把声音勾勒，对对对 对。然后后来才用了别的歌把它融在一起，前奏还用庙会，还有 Tudor Che， 还有 MC Hammer， 然后他们用这个音乐的变化，然后再加上这个编排，其实蛮出乎我意料，对不对？很厉害，对，今天完全不输给另外三组，真的，对对，你们真的刮目相看，真的。对，那饼干你怎么看？我觉得蛮厉害的，是因为他们为什么可以赢你们？为什么？已经确定赢了，对不对？已经确定赢了，没有直接评判。本身因为他们跳舞好，而且老师也帮他们加很多分啊。对，那个戏整个带入。对，那跳进来那个女生啊，对，一个接着小黄很厉害，很厉害。小黄是连很多戏耶。对，而且有时候因为他们两个已经是女神了，是是，就是竟然会想要有。飘过去看一下 dancer， 竟然没有办法目不转睛的，所以我是觉得他们这个编排，整个组合很厉害。我想听一下玉婷，玉婷来，我觉得像八个神在跳舞。八进八的，里面有六个，你是看到另外哪两个？还在过海。不是拍电影本来就唱这个千军万马，大概有二十几个人，就千军万马了嘛。对对对呀，对呀，真的相当不错，对不对？欧弟哥，欧弟哥会跳。我觉得他们会比我们好的原因就是他们的，直接承认了。哪有哪？就是他们的这个身段的切换啊，一开始是那种古典的那个身段。然后那个本来就已经很厉害了，然后再切回那个翻过来又翻回去，还做一些。对，其实他们除了 old school 以外，他们有很流行现在最新的舞蹈都融进去，对，他们混合在里面了。对啊，这个音乐又是很让人躁动的，对不对？这些好像都不是我们跳的。哎，对对对呀，哎，不要点破嘛，到底跳到什么？不，那你真要讲，你真要讲的话，那我就必须讲。来，先哥，他后面那一段啊，两位的舞的部分。真的有一点点小小的打马虎眼，因为其实焦点都在四位老师身上，啊，两位就拿铲子在那摇一摇，但是宪哥，我要跟你讲，这一组最大的优势是因为他们的原曲哦。八星口的对够腔，让人家觉得哇，那个差异可以这么大，就那个味道。因为这首歌比《Dancing Cuckoo》还要鸟，很难找到比《Dancing Cuckoo》更鸟的歌。今天我们功德无量，把鸟歌都变好歌了，厉害了！再次谢谢他们，谢谢。